其實呢啲花都幾靚啊！大家又知唔知道我哋平日見到嘅植物，佢哋叫乜嘢名？幾時開花？喺乜嘢環境度生長？同人類有啲咩關係呢？要找到答案咧，就唔一定要靠百科全書嘅。文學類嘅書其實都好幫到手嘅，就好似我哋平時見到嘅一草一木、動物、昆蟲，甚至乎係風土人情，都可以係自然文學嘅書寫對象。今集漫遊百科會有彭玉文先生同我哋分享一個關於香港自然寫作同埋本土概念嘅講座。彭玉文，香港博物學及歷史地理愛好者，佢花咗十年時間。译著英国学者香洛斯的《野外香港碎时记》，这一本书记录了香港历史和自然风貌，是香港博物学的重要作品。这个概念都是这二三十年形成的。第一个就 是写大自然的东西，而那个大自然的东西最好是你亲身经历的，走入去里面你自己的体验来的。第二個咧就係你係要有具備一啲嘅科學知識或者係生態知識，知道嗰個物種，甚至乎知道呢個物種同附近環境嘅關係嘅。咁第三咧就係有一定嘅文學性嘅，唔係直不甩嘅一啲科技説明啊。咁就會寫完之後咧係有種心靈上嘅感受嘅，而呢種感受最好咧就係同而家提倡緊嘅環保概念有關。今日我哋好高興請到彭玉文先生嚟同大家分享啦。今日講嘅唔止係九十七八十年前嘅香港嘅郊野，而係講到本土嘅意識，講到我哋對鄉土之愛，同埋呢啲自然嘅寫作喺呢幾十年間嘅轉變，中間有一段時間係冇乜人寫。咁我哋有請彭先生。好，我接到的題目是回憶或者叫追憶，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所以我第一時間就好，我答應了。那什麼人會寫那些追憶出來呢？那這個人會了。講到明白那些追憶呢，有沒有留意那個英文，那個副題是比現在好的，比現在年代更加好的追憶。我發現這個題目是很重要的，那些追憶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的呢？那我們看看這一本小說，後來有個日本的動畫家叫做宮崎訪，差點跟宮崎駿撈亂的，他就將它改編成為一個日本的卡通片，在香港播映的時候名字叫做《可愛的碗熊》，就是當年小弟讀小學的時候最深愛的動畫片。我就找回一本原著，看完之後就想起整件事，我發現我今天所作所為，我的思想行為其實很受呢套卡通片影響嘅。咁呢套卡通片咧，我哋睇睇個版頭係咪真係咁就 Jack 先？佢嘅背景係美國，一個鄉下嘅地方。咁當時係仲未發展嘅。咁當時我就係住喺粉嶺皇后山，當時都未發展嘅。咁佢爸爸好忙嘅，佢媽媽又病咗嘅。其實原著咧，佢媽媽死咗添嘅。咁佢唯有咧就養動物嚟令到自己，或者去釣魚嚇，令到自己充實啦。呢只碗熊咧就係佢新收嘅一隻動物嘅寵物嚟嘅。呢個故事其實喺下邊嗰個紅色氣球嗰度發生嘅。其實同一個年代咧，有一個人。在這個故事發生沒多遠的地方，駕車兩個小時到的了，那個人也寫了一本書，那個人叫做李奧波特。那這個人呢寫的東西是變成今天的一個環保的經典的。他是說我們的荒野是需要保留的，因為佢係推廣環保嘅。當時咧，美國咧推行緊好多進步運動咧，想係將佢變成公路啊，將佢變成起一啲嘅娛樂場所啊咁樣嘅。李奧波特反對嘅，佢話荒野咧本身好有價值嘅，其中一個價值咧就係知道令到喺度住嘅人啊，知道自己究竟係點樣嚟嘅。你呢個土地
就算係荒廢咗都好咧，其實你喺嗰度嘅活動咧，你重現翻出嚟咧，你就會俾到你嘅國民睇到你哋呢個國家係點形成嘅。咁大家有冇睇過一套叫做《荒野獵人》啊？咁其中有一句咧，就係呢一句啦。但係佢意思就係話咧，其實每一個人嘅成長咧，其實將佢加加埋埋咧，可以係變成成個你住嘅地方嘅發展嘅軌跡嚟噶。如果你整理好每一個人嗰個經驗咧，其實你就知道成個你嘅地方或者國家係點發展噶啦。咁我而家就試圖咧，就係將幾個好中意行山嘅香港人佢哋寫嘅文章，佢嘅經歷撈埋一齊。咁以後落嚟咧，就會去到講每一個人佢本身寫呢啲咁嘅叫自然嘅文學佢嘅特色，同埋佢點解會寫，同埋會唔會有啲相關嘅嘢咧？喺百幾年前，香港呢個英國嘅殖民地，當時除咗原居民之外，仲有嚟自唔同地方嘅華人同埋外國人喺度居住。呢一個華人集住嘅地方，慢慢發展成一個繁華嘅城市。到底對於呢一啲居民嚟講，香港係咪佢哋嘅家鄉呢？阿沈思係我好尊敬嘅一位前輩，佢好準確咁樣講到，其實五十年代之前，所有寫香港山，其實係香港山水，冇人係會好正經咁去寫嘅。但我發現唔係喎，原來有啲特例嘅人嘅喎。第一個就係香諾斯啦，佢英國人嚟喎。點解一個英國人會寫咁多香港山水嘅咧嚇？同埋寫昆蟲植物嘅咧咁。咁佢開頭第一句就係咁講嘅，佢話我哋應該將啲好開心嘅事寫低嚟，唔好再記低一啲咧係俗務啦。郊野係一個令到自己可以治愈嘅地方嚟嘅咁樣。開頭佢都咁寫，我哋睇下佢係咪真係治愈咯喎。嗱，咁其中一篇咧就係講佢揾到隻大蟾蜍啦，咁啊捉喺大嶼山捉咗翻嚟。就喺屋企度養，咁啊等緊咧另一隻過嚟咧，就同佢交配，然之後咧就希望產卵，跟住希望香諾斯希望想養大佢嘅。咁嗰只飛蛾嚟到啦，咁啊但係香諾斯瞓咗喎，老婆叫醒佢去睇啦，即係佢老婆其實有冇參與成件事咧？有嘅喎，嗱呢件事唔係佢一個人嘅事嚟啩。人生就是這個樣子咧，其實意思就係我自己嘅理解就係、是、做得我個仔女，做得我老婆咧。我哋就要咁樣過生活啦，咁樣過生活就好開心嘅咁樣。好啦，睇下呢段。頭先佢話，大家不如記低一啲咧，令到你開心快樂嘅事啦。咁呢件事係咪開心嘅事嚟嘅咧？咁點解佢要記咧？嗱，佢最尾嗰句佢話，個男仔可能隨時跌落嚟嘅喎。即係如果用翻現代角度嚟講咧，其實係一個虐待兒童嘅做法嚟嘅喎，或者話叫做咧係童工問題嚟嘅喎。呢個男仔應該讀書嘅喎，而家就走出去做部機器喎。好，就睇埋呢個啊！呢個仲明顯啦。呢件係咪快樂嘅事嚟嘅咧？當時香港有一扎人咧係咁樣生活嘅喎。香諾斯話佢就話，佢話就係話嘅開心嘅事啊。但其實佢睇翻落嚟係矛盾喎。佢點解會咁嘅咧？其實佢睇到香港有好貧窮嘅一面啊，而係冇人幫嗰啲人啊。咁香諾斯呢個時候咧，其實佢除咗係教大家點樣去睇昆蟲啊，教大家點樣種菜咧，其實佢好想咧係改善香港人嘅生活嘅。大家試下將呢篇嘢咧換咗啲詞語啊，變成而家嘅狀態啊！我哋香港政府其實而家好多嘢都係同香諾斯個年代佢所講嘅嘢係好似嘅。嗱咁咧，香諾斯見到點解會香港會係冇人咁多人？香港嗰個資源其實係可以令到好多人豐衣足食嘅，但係冇人去令到呢件事發生喎。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大家唔覺得香港係自己屋企咯，佢發現香港係一個值得長期住落去嘅地方。咁我呢度我呢本書嘅導言咧，就分析呢本書裏邊究竟點樣幫香港係去變成去說服人哋話你應該住喺香港嘅。咁嗱，第一點，香港係可以住嘅，佢能夠你喺度住咧，你揾到食，你能夠係有足夠娛樂，你可以有朋友。其實佢呢本書度咧就證明曬呢點嘅。另外咧，一個地方點解會親切呢？就係、是、因為同你嘅好朋友同埋你嘅親人一齊喺度享受緊
一啲好美妙嘅時刻。咁其實呢個係值得你留戀嘅地方啦。頭先講佢同佢太太同埋佢嘅女嗰啲經歷，就係令到佢覺得好親切。咁佢覺得好開心啦，係香港呢啲咁嘅動植物令到佢生活上更加添情趣啦。第三點嚇，香樂師呢本書度咧，好多地方咧都係話，哇！我哋香港啲蝴蝶啊，多過英國好多噶。我哋香港呢啲花啊，仲靚過英國好嗰啲花噶。佢本書裏邊有好多咁嘅 point 嘅，就點解咧？其實呢度睇到香樂師係當嗰啲係佢，其實咪就係當自己香港人咯。咁呢個中心感咧係好明顯，香樂師本書度睇到，同埋咧係好出嘅呢個位。好啦，最後尾一樣咧，呢本書最後尾嗰度咧講佢行山，佢行山嗰樣嘢咧係俾一個機會佢去揾仲未發展嘅地方啊！我哋叫呢種叫做拓荒精神啊！當一個空間全部發展曬嘅時候，你喺度住咧，你覺得好悶嘅，因為冇嘢再做啦嘛。所以一個好嘅可以住嘅地方咧，最好咧有啲空間仲未俾人發現嘅，或者有啲新嘅工作未有人係霸佔曬嘅，你可以去闖嘅。咁呢個咧其實係作為一個家嘅其中一個條件嚟嘅，你留喺度，我哋叫空間。所以呢本書最終其實唔係一本博物學嘅著作，佢係一本香港點解值得你喺度長期喺度居住咧？咁係解答呢啲問題嘅。第二個希活，留心佢嘅姿勢同埋佢煙斗，佢畫翻自己出嚟嘅，幾次係咪？咁佢其實同香樂師好似嘅。睇唔睇到佢嘅中心感啊？佢將香港當嘅風景比喻做佢自己家鄉某啲嘅地方，咁仲唔係中心感？除咗呢個之外咧，嗱，佢一早已經講咗香港個郊野特色啦，好近市區嘅。佢話山後幾里之外就係200萬人嘅名利場啊！用名利場呢一個 terms 其實係好有深度嘅。佢提出嘅就是我頭先其中一個理論啦，行山其實是一種心靈治愈的作用嚟嘅。仲有藍色嗰堆字，點解要留低郊野公園呢？因為郊野公園咧就有錢同埋窮嘅人都可以一起去享受嘛。咁如果你起埋樓嘅，我啲窮人連真係冇地方去啦。咁有錢人仲可以去飛外國睇啲靚風景噶嘛？咁咪唔公平啦咁。咁啊，希活其實好敏鋭嘅，知道其實郊野公園其實背後有一個政治嘅力量喺度嘅，令到。住緊喺度嘅人咧，係有一種公平感覺啊！咁希活咧，其實係當時嘅天文台台長嚟噶。我們的接棒人沒有藉口唾罵我們，把如斯美景化為醜物之後交給他們。其實咧，林清咧就承接住咧希活佢呢一個天文台嘅台訓啊，一定要講唔準郊野公園唔可以有一分一毫嘅讓步嘅咁樣。所以我哋係有文化嘅，我哋傳承咗落嚟，由希活到傳到落去林超英，而家個台長都係好堅決嘅。咁佢其實幾搞笑嘅，咁佢話呢本書你攞嚟救命，其實救唔到你噶，你跟住我行唔到嘅，不如你自己行啦咁啊。呢種英國式幽默啊，我叫做啊。咁其實佢又講緊一種精神嘅喎，係我真係唔使本書嘅喎，呢種就係拓荒啊嘛，你自己去揾啊嘛。當時是很普遍的，可能講華人啦嚇，唔好就係講外國人啦。嗱，其中有兩個咧，就是我今天要講的寫呢個山水文學的大師嚟噶啦。好，黃佩嘉研究一下先。其實他是貧家子弟出身的，慢慢俾他讀到黃隱喎嚇，係好勤力。嗱，佢後來咧就入咗政府嘅。入政府的同時咧，佢就去行山嘅。咁佢自己愛好咧就叫做江山故人。再俾多資料大家啦。當時英國人咧曾經發生過咧喺沙田度咧就射殺呢個行路翻廣州去參加呢、這個叫做省港大罷工呢個行動嘅。嗱，呢事咧就係黃佩嘉讀緊中學時候發生嘅事啦。黃隱中學咧其實係全香港參加學生運動人數最多的學校嚟嘅，咁點解佢叫自己做江山故人？我 sense 到佢係好唔中意英國人嘅，呢啲英國人對佢嚟講就係異族啊，所以係非唔妥啊，所以佢就江山故人啦。嗱，睇一睇佢一段藍色嗰啲字、紅色嗰啲字，大家覺得呢種表達手法似邊個啊？係咪魯迅啊？佢開始咧就
覺得在香港度，我哋要青年人咧係要改變呢個殖民地社會啦咁樣。嗱，呢本書就係佢嘅精華所在啦。咁裏邊嘅嘢咧，其實好豐富嘅。佢關於南宋兩個皇帝嗰個死亡嘅資料咧，係俾後來嘅史學家係引用嘅。即係佢嘅水平其實係同啲史學家，即係唔會差得過史學家，人哋會引用佢嘅。跟住就係地方名啊，一啲嘅對聯啊、碑帖啊，其實佢好早已經抄落嚟嘅。咁個30年代嘅碑帖咧，可能去到50年代日本侵華之後其實冇咗嘅，所以佢抄低嗰啲係好寶貴嘅，係戰前佢都有抄低嘅。咁另外咧，佢好犀利㗎，佢係用少少一個地理學嘅思想咧，係去解釋香港點解嗰度有人住，嗰度冇人住，點解嗰度要客家人住？點解嗰度咧就係港府人住？佢嗰陣時候咧就已經咧解釋咗出嚟噶啦。咁佢用嘅 terms 咧就係居民落籍嘅關係。到咗今日有個另一個作者，佢唔係用居民落籍呢個 terms， 用咗呢個叫族群嘅 terms。咁我睇翻咧，其實佢同黃貝佳講嘅好似喎。客家人咧就會向東邊住嘅，西貢啊、沙頭角嗰邊住嘅。港府人咧就係元朗嗰邊住嘅，因為條路係咁樣嚟啊。呢度知唔知邊度啊？呢度就係70年前嘅沙田。呢、這個島咧就叫做元州，而家係個工業區啦。當時係黃貝佳筆下咧，係西湖一樣咁嘅風景嚟噶。呢度就係以前嘅沙田啦。咁講月亮喺沙田度升起，寫到咧真係夢幻境界一樣。即係我睇余秋雨咧都唔及佢嘅。咁其實黃貝佳係一早已經寫咗噶啦。佢好得意嘅，佢好似古人咁嘅。我總結啦，醉兒潮灣，潮灣就係潮水灣，潮水灣就係以前即係、就是、沙田海，以前叫潮水灣啊。秋月夜，大涌橋上夢中行，呢啲意境幾犀利啊！用翻頭先嘅邏輯，佢唔當自己係香港人啦，簡單講，佢係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嚟嘅，係文化中國。咁1980後來咧，我覺得佢慢慢咧就融入咗香港嘅。他就斬斷了那邊同大陸嗰個關係嘅。佢嘅重點咧就係點樣發展大嶼山啦。今日大嶼山其實就係明日大嶼嘅初版嚟嘅。佢真係喺度講緊點發展大嶼山嘅。大家睇翻咧，佢真係好犀利嘅。其實阿吳伯玲係睇曬規劃曬香港點樣發展嘅，南丫島啊嗰啲嚇。佢亦都繼承黃貝佳啲嘢嘅。即係黃貝佳死咗之後咧，我覺得佢又想繼承黃貝佳啲嘢唔好斷嘅。所以他在文章裏面仍然是講很多中國文化的。他和黃貝佳不同的就是他是參與香港文化建設的。黃貝佳就只是講舊時的東西的。這個就是兩個不同的地方了。那個原來是跟文泰中學校長作的。這些就是我剛才說的記者他參與香港建設香港的文化。那也都揭露一些迷信的。這塊似酒樽的石呢，嗰啲人咧就話佢似乸話兒啦，咁就喺度賺錢啦，就叫姻緣石啊咁樣啊。好啦，咁呢個咧，佢有少少就老信嗰種風格啦，揭露一啲叫做民間嘅一啲迷信啊咁嘅特徵啦。咁仍然係民國文人嗰種作風嚟嘅啊。咁呢種嘅山水呢種嘅遊記，香港而家冇噶啦。佢有一個專欄寫咗好多年，佢係我哋中意。呢啲咁嘅史地界嘅前輩就喺呢度啦。佢當時已經去訪問好多人，就做好多香港史嘅研究，喺呢個專欄度發表。所以睇翻啲資料之後咧，我哋而家有一班朋友就係做緊啲咁嘅嘢嘅，個個都好推崇翻吳伯玲，因為佢係開路先鋒嚟嘅。任何一個國家，你想佢變成一個有文化的地方咧，呢啲係基礎嚟噶嘛。咁但係我哋香港就變成一啲。報紙裏面最被人忽略的角落頭就去做咯，就成為不到一種文化。跟住呢位叫李君麗，佢唔係主要寫文喎，佢走去行山，佢走去攝影喎，佢走去將冇乜人會發現嘅一啲香港山水影落嚟。咁佢好彩咧，就係當時有啲好大嘅雜誌咧，好似《明報周刊》咁大嗰啲咧，就好大幅相咧，係佢印出嚟噶。我睇完之後，哇，原來咁犀利噶！嗰陣時佢後來睇翻份雜誌咧，原來佢係聯合國或者係美國去資助出嘅。
就佢用個名咧就叫做咧係香港探索啊，山海之友。跟住李君麟行山嘅人好多嘅，但係真係學到李君麟啲嘢嘅人咧，其中一個就叫朱培正，而寫翻出嚟嘅啊。其他人可能慕名而至，但係咧就聽唔明佢講嘢嘅。但朱培正咧呢個人咧吸收好多喎。咁最後咩咧？阿李君麟死咗之後咧，朱培正咧就用呢篇文咧嚟總結李君麟嘅成就，話佢咧博古通今，順手拈來，皆成文章。呢、這個咧就係我最中意一篇啊，就係講往灣州啊。即係睇完佢之後咧，你唔可以唔去往灣州嘅。咁我有一篇文咧就係叫《往灣州野獸》啦，裏邊就係寫我點樣喺往灣州度咧迷失路啊，啲朋友約咗唔翻嚟咁樣，就係、是、因為睇完佢之後想去探索，點知原來係好慘嘅事嚟咁樣。咁佢咧就係咧又好靚嘅古文嚟嘅嚇。佢最犀利咧，寫完呢之後咧就會用中國所有嘅經典嚟去解釋呢個往字點解。咁係咪同黃佩佳調翻轉啊？黃佩佳咧就係用解釋香港嗰啲風景係西湖嘅咩地方，其實香港啲風景係冇嘅。其實最主要係咩？係西湖。香港只不過係解釋西湖嘅嘢嘅啫。而李君麟調翻轉嘅，用中國文化嚟解釋香港嘅山水，非常中心化啦。香港喺佢嘅形象裏邊啊，好出啦。所以你見到黃佩佳吳百靈都唔係形成咗香港山水為主體啊。佢哋吳百靈喺個過渡嚟到李君麟嗰度咧，就真係主體啦，主體到爆添啊！只要你係有修養嘅人，你就會睇到啲山水嘅價值所在噶啦。咁你睇唔睇到啊？梗係話自己睇到啦，唔肯認自己冇修養噶嘛。嗱，佢用呢個方法咧，就令到行山變成一個好高尚嘅文化嚇。呢句先係犀利啊！嗱，呢度係佢講東北，佢寫完之後佢就話：如果啊阿朱熹嚟到啊，佢應該喺呢度設立白鹿洞書院啊！是不是很中心啊？香港是世界的中心，很明顯呢一句看到了李君麗咧係用呢個方法嚟建立香港是佢棲居的地方啦。佢後來李君麗咧就通世界去旅行嘅，旅行完回嚟之後都是那句，都是香港最靚，又是證明那句香港是最好的地方。咁佢喺旅行方面咧，其實唔係咁簡單就係行嘅，佢好多哲學嘅解釋嘅。其中有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咧，行山淨係識行咧，係浪費咗青年嘅心力，亦都屈從咗境外嘅奇山異水，當奇山異水一個主題嚟噶。你亂咁行，你都唔去認識佢嘅。嗱，呢個就係好明顯，佢係好尊重香港嘅山水。其實你睇到嗰個脈絡咧，李君麟嚟到呢度咧，就將有人話咧，文學就係嗰個時代嘅縮影啊嘛。李君麟多多少少就係當時嘅時代縮影嚟嘅咧。咁李君麟提到個空間嘅，呢個空間就頭先所講嗰個俾機會我去闖啊，俾機會我去創造嘅空間啊。李君麟咁多篇咁多文章咧，係未試過變成一本書出版嘅。咁頭先所講李君麟提出要寫啲咁嘅嘢咧，就要有八用能力嘅。咁啊，識睇書，睇書唔係為咗考試合格喎，係為己喎，唔係為人喎。藏書屋企要好多書，所以李君麟屋企咧全部都係書嚟嘅。所以佢仔好嬲佢啊，唔俾間房我咁樣啊。跟住咧就係要自己行嘅，唔好揾齊人先行。揾齊人行咧，你發現唔到嘢噶啦。第四點，要對任何人友善合作，唔好以為你識行山就大曬。跟住識潛水、游水、寫得，有邊個人可以做曬呢八樣嘢咧？係你君麟一個啫，我諗。作為一個香港人，如果有人問我，你覺得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我會說香港是一個節奏急速的現代都市。但原來香港其實是有四分之三的面積都是屬於郊野地帶，裡面的風景、生態都非常之豐富，只需要半個鐘頭，你就可以在城市走入山林之中。今集延伸閱讀，我就為大家介紹台灣自然書寫作家劉克湘的作品四分之三的香港，行山穿村遇见风水林。作者用八年时间走遍香港的山径，他还特别喜欢行山村古道，走入乡村之中，观察居民的真实生活，山林里面的动植物，透过山村之间的人文风景，了解另一面的香港。除了文字描写山水风光之外，书里面还记录了作者对植物的研究、观鸟经验、相片、動植物素描和手繪地圖等等。
或者睇完呢本書之後，大家都可以行下作者介紹嘅行山路線，了解一下香港嘅另一面。下一節我會帶大家去大埔滘自然保護區參加一個生態導賞團。翻嚟繼續有彭玉文先生為大家介紹其他香港自然寫作嘅作品，仲有歐嘉倫博士主持嘅討論環節，記得唔好行開啊！要創作出自然文學，第一個條件就是要親身去接觸大自然，接觸和觀察當中的事物。但是香港九龍新界這麼多郊遊路線，我們應該要去哪裡呢？不用擔心，我們一起跟著三個年輕人開始本地生態遊，出發！钟心怡 Natalie 是一个本地生态旅游组织的创办人。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和朋友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大专教育界竞赛，构思设立一个本地游网站，介绍香港深度游。我第一次入去呢啲郊野地方咧，其實應該係三四歲，因為父母都好中意帶我去香港周圍嘅郊野公園嗰度玩。我最記得就係城門水塘，因為嗰度有個好靚嘅水塘啦，又有好多八千層。喂，嗰度有塊牌喎，我哋過去望下。今日佢就帶住成員 Tommy、Henry 嚟到大埔滘自然保護區，為嚟緊嘅導賞團做準備。咁佢就係一個好完整。我係 Henry， 我係中學嘅學生，主修生物同埋地理，而我最主要就係規劃路線嘅工作。我哋而家喺邊個嚟？點解我哋今日揀大埔滘作為我哋導賞嘅景點呢？因為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咧，其實係全香港一個最成熟嘅次生林之一啦。咁次就係次序嘅次，生就係生命嘅生啦。咁其實呢度咧，其實擁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樹木啦。咁其實每一種樹咧都好值得我哋去探究啦，同埋呢度都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咧可以值得我哋發掘嘅。上面都有好多蜻蜓啊，睇下。而我咧就係做導賞員嘅角色，主要就講解咧文化同歷史相關嘅資訊，因為我哋要確保我哋即係所講解嘅內容係準確嘅，同埋有時咧我哋會遇到可能一啲好熟悉有關呢一方面歷史嘅一啲團友，如果佢哋即係可能發現同佢即係認識係有出入嘅話，就會可能挑戰我哋咁樣，所以我哋要做好我哋嘅準備工作先。系呢棵树好似好特别喎，佢个树角好似油油咁喎。哦，呢棵树系真嘅，呢棵树叫做红皮醋果茶。佢喺1903年嗰阵咧，第一次喺香港柏架山嗰度咧被发现同埋命名嘅，系香港原生植物嚟噶，仲要系我哋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添。系啊，同埋佢啲果实好特别咯。是一個大的硬果，佢好像西柚但係佢唔食得嘅，你知唔知點解啊？點解啊？因為咧，佢啲果實好硬啦，同埋咧好多油分，食完之後咧會成口油，所以好難食。主要咧係俾雀仔食，而唔係俾我哋人類食嘅。咁佢可以提煉油分咧？係啊，佢可以做菜籽油咯。不過記得佢係受保護植物，所以係唔可以亂摘嘅，知唔知啊？系咪有鱼啊？哇，好多鱼仔啊！呢四年嚟，我哋都带咗20至30团，其中一次最难忘就系我哋去龙虎山。咁有一位团友就同我讲话，好感激我哋举办呢一个团，因为如果唔系，佢都唔知道香港有咁靓嘅地方。咁其实佢可能本身觉得自己唔够能力或者体力去上到呢一啲山啦，但系原来唔系佢想象中咁难。如果有啲人带佢引导佢一起行，其实系会令到佢自己个自尊心同埋自信心都会提升。咁就见到其实我哋嘅团为一啲团友都带。嚟咗好多唔同方面嘅效果。Henry 呢棵咧咁似我哋加拿大国旗见到嗰棵枫树，系咪佢啲亲戚嚟噶？系啊，其实呢棵系佢嘅亲戚嚟嘅。咁其实呢棵就叫枫香啦。你可以试下搣开佢，其实搣开佢系有啲青苹果嘅味道。咦，真系有青苹果味嘅喎！系咯，好香啊，有啲似洗洁精嗰啲味。苹果树添啊！嗯，唔怪得知佢叫枫香啦，个名都应该系咁嚟咯。同埋佢系越新鲜嘅嫩叶，个味就会越重。
係喎，我哋遲啲搞個親子團咧，記得要提翻去，唔可以係喎喺樹上面摘，要喺地下摘。因為好多小朋友，我哋走嗰陣咧，記得將我哋啲樹葉物歸原主，俾翻大自然。咁啲樹葉咧就可以繼續可以滋潤泥土。作為一個年輕人，其實我很想身邊香港的青年人更加願意去接觸自然，因為我覺得接觸和體驗其實是愛護的第一步，你要知道了和見到那些地方才會產生一個想保育它的意識的。所以其實我們就是想透過舉辦一些比較低門檻和有趣的團，吸引到多些年輕的受眾來參加，從而去慢慢建立和培養他們保育的意識。未來的目標，我是想令到我們香港市民認識我們香港的文化歷史和生態的資訊是多一點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現在香港人很喜歡去旅行，就經常覺得香港是一個石屎森林，是一個很悶的地方，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我很希望就是令到他們重新認識，其實我們自己的家園一樣都有很多我們值得欣賞和值得去留念的地方。原來不用搭飛機都可以欣賞到香港世界級的景點和不同的生物，真的省錢又環保，不是只有我一個這樣說的。港姐彭玉文先生都說香港的郊野是旅行的好去處，我們繼續聽他介紹更多香港自然文學的作品。跟著下來剛才所說跟李君麗一起旅行一起學東西的朱培正，這一位呢是仍然在生，唯一一個我的偶像了。我真的去探他，跟他聊過很長的偈，所以以下下來的資料是第一手資料來的。當時他寫兩個專欄，東北區域面面觀是很出名的，網上已經有的了。這個就是東北地圖了，大家知不知道大家經常用那張東北地圖是經常拿獎的，國際上是說他是編得最精緻最細緻的相片。其實為什麼要拿獎呢？其實是因為有朱培正幫他查了名字，幫佢咧係每一個彎每一個嘴咧都揾翻出嚟，咁但係地圖度冇多謝佢噶。朱培正咧同我講咧，佢係每個星期日咧連續幾年咧，朝頭早就喺加頓度搭小巴就入上水，然之後咧去沙頭角，然之後就行勻曬成個東北。咁佢所以對東北係好熟悉噶。佢寫佢喺沙媽涌度咧見到一個女人咧執啲螺。丟啲肉出嚟曬，好瘦嘅啫。咁問佢：你攞嚟做咩啊？我攞嚟食噶。跟住佢個女人就解釋啦：唉，我乜冇錢啊，咩都冇。啲男人出曬去做工，但係出邊又揾唔到工作，所以而家好困難噶。跟住你嚟食飯啦！我煮我啲餸俾佢，攞曬屋企最靚嘅餸出嚟。咁阿朱培正咧，好矛盾啊，食唔食佢好咧咁樣。好啦，跟住後來過咗一年再翻去探佢，走咗咯。路門封住啦，而出邊沙馬涌嗰度咧就好多好多去露好多人去露營，玩得好開心。嗱，我覺得李君麗寫唔到啲咁嘅嘢噶，李君麗太明示啦，佢明示風啊太犀利啦，佢成日諗住除遊客噶嘛。但係朱培正咧好平民化嘅，呢啲咁細膩嘅感情咧佢寫到嘅，同埋真係好感動啊！睇完之後都個對比幾強烈啊！嗱，1977年佢提出咗旅行嘅一個境界嘅，我覺得好好嘅就係話咧。旅行的途中，無一物不可想，無一物不包含著歷史和學問。他後來就寫很多呢，就是這個地方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啊，這些這麼細緻的 考據出來，還有他去追問新娘潭的新娘其實是由哪裡出發去嫁給誰啊，那查到出來的他可以啊。那你看到藍色的那些字，旅行其實不是只是個人的娛樂，其實是整個國民的靈性的操行可以提升的，又去到國民性的層次了。所以你說旅行其實很複雜的，什麼層次去說就有什麼層次去做法的了。朱培正呢提到就是說旅行應該不分階級的，不是有錢的人才去的，沒錢的人才更加要他去，因為有錢的人其實有自己的方法去娛樂的，沒錢的人沒其他方法娛樂，一定要教識他怎樣去旅行，令到他自己拿到一些價值。跟住後來佢研究咧，旅行嘅時候應該有啲咩風氣啊？咩態度去行山？最近佢研究咗就係話，咁多年行山嘅人嘅意外發生嘅分類，
點解會發生嘅？點樣去避免嘅咁？啊，咁呢啲咪一啲好重要嘅事咯。我哋每年都仍然聽到好多人行山嘅時候死咗嘅。咁如果焦培正呢啲有一隊有一 team 人去幫佢做，幫佢去出書，幫佢去宣傳，咁呢啲咁意外咪可以少咯？但係冇人做嘅，係自己一個人當興趣咁做嘅佢啊。咁啊，李君麗咧，臨死前咧就曾經對焦培正有咁嘅評價嘅，即係咩意思啊？我覺得直情係覺得朱培正是他的接班人咯，啊，他明顯寫出嚟嘅。嗱，人同人之間個脈絡很清楚嘅。李顯坤，他當時的筆名叫野狼。當年我不知道，我估野狼會不會是李顯坤咧？我當時是估的，但是咧冇證據。後來朱培正講我聽。是啊，你估中了，你野狼就是李顯坤。當他寫一些叫做比較正經的時候，就用李顯坤這個名字，用童軍隊長寫的時候是這個名字，介紹香港的營地。當他寫一些沒那麼正經了，自己一些很個人的個人化的故事的時候，他就用野狼這個名字。我中學時代很狂熱地喜歡露營，就是看了他的文章。當時那本雜誌叫《野外雜誌》，他說香港的營地是世間難得的野營天堂啊！點解啊？因為啲草地啊，客家人走咗之後咧，去咗英國之後咧，啲牛咧就留喺度啊。客家人好錫牛嘅，走咗之後都唔會劏牛嘅。其實應該劏啊嘛，賣咗只牛就多幾百蚊噶嘛，但客家人唔敢做啊，放走佢哋，啲牛咧就不停食呢個山上面嘅草，就變成一部剪草機，仲靚嘅高爾夫球場嗰啲草。咁所以香港營地當時係冇得頂嘅，我咧有幸咧喺最後尾嗰幾年咧都去過佢講嗰啲地方咯，真係好靚噶！中國時代去荔枝窩啊，去沙巴涌啊，去赤徑啊，赤徑先靚啊！而家赤徑哇都唔知邊度可以製營啦，因為啲牛冇曬咧，啲草生到咧已經冇曬營地啦。咁佢已經睇到呢個 point 啦。嗱，呢個 point 係劉克商睇唔到噶。我繼續佢介紹嘅露營咧，令我最向往嘅咧就係呢句啦。睇完呢句之後咧，我即刻寫計劃書。我哋星期五放學之後咧，搭咩車去烏溪沙？跟住咧，我哋星期一朝早翻嚟翻學，搭埋個露營去放學翻學嘅，就係呢句啦。與三五知己，日走深山大宅，夜宿無人之境，重尋荒野情趣。咁佢究竟點樣流風韻事法呢？大家想唔想知啊？哇！就係呢啲啦，睇下你試過做邊個項目啊？一個都冇咧，我都唔夠膽做呢啲嘢，好得人驚啊！佢好癲噶，有冇人夠膽話佢做過其中一件？嗱，呢個有嘅，失意時想隱居大浪灣，邊個想？邊個試過？哇！有個人直情買咗大浪灣自己住啦，所以我哋要反抗佢啊嘛，係嘛？大佬呢啲只係能夠隱居啫嘛，點可以喺度住起？點可以起屋㗎？想呢就係佢啲流風韻事啦。點解我拜佢做偶像啊？即係佢做嗰啲咁嘅嘢啊！佢做一個好有情義嘅人嚟嘅。有隻狗喺白鴨灣一路跟住佢，對隻狗好好，跟到去車站度，對唔住啊屋企，佢屋企好窮啊嘛，唔可以帶狗走啊嘛，拜拜啦。咁佢又寫隻狗點慘法，其實係一個暖男嚟㗎。佢亦都好多批評嘅喎，呢度咧就係講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咁靚嘅營地，啊，你仲去泰國，你仲去日本睇櫻，仲去日本睇櫻花，香港有吊鐘花嘅喎，香港好多種花開得好靚嘅喎。佢直情寫信俾當時嘅郊野公園管理局，佢原來咧點解咁狂熱咧？原來就係睇咗李君麗嘅嘢啦。嗱，我頭先話四個人互相聯繫嘅。個聯繫好清楚嘅，我揾曬出嚟嘅，所以呢個係個文化咁樣一路潛落去嘅。咁佢最尾嗰句，如果你冇依旅行知識，你就係有錢，你去到挪威睇極光，我都睇唔起你啊！腳踏天下，畢竟一無所有啊！嚇啲極光，你用錢買翻嚟睇，睇完之後覺得好勁，講俾我聽，我去過挪威睇極光咁。但你知唔知嗰度香港嗰度野花叫咩名咧？咁佢係個佢係咁嘅人啊！當然啦，佢冇錢去挪威睇極光啦，所以先咁講啦。
嗱，呢個表咧就係、是、我頭先講啦，我整理好一個一棵樹出嚟啊，佢哋唔同嘅出身，佢哋嘅本土觀。頭先阿黃佩嘉咧就唔當呢度香港係佢地方嚟嘅。咁啊，吳伯玲咧就開始咧就諗住我喺度住噶啦，不過我要參與噶啦。不過佢嘅參與咧就比較即係驚嘅，因為佢驚政府會針對佢，因為佢以前嗰個底嘅嗰個政治底唔好啊。佢覺得嚇，咁李君麗就冇呢包袱噶啦，我係香港噶啦，我要將香港發揚光大噶啦。白鹿洞雖然應該喺度起噶啦嚇，佢係中心度咁犀利嘅，爆棚都咁犀利嘅。跟住李顯坤咧就話就比較佢又比較個角度就係、是、好多人唔知道香港咁好啊。即係有少少係曲高和寡，佢成個風格就係曲高和寡。跟住落去就係朱培正，朱培正咧就比較踏實啲嘅，由細嗰度做起，每笪地方都值得研究啊。咁我最欣賞就係朱培正嗰個做法，嗰、那個做法咧做得多咧，自然咧香港就係一個可以居住嘅地方嚟噶啦。每樣事物無不可想，無一物不包含住道理，咩都可以 search， 咩都可以揾，點會悶咧？係咪？同埋你嗰個博物學知識就係咁嚟噶嘛，就係我頭先所講嘅 theory 啦。紅色嗰啲字咧，就係點解你要留喺呢度地方嘅理由嚟嘅。咁呢四個人咧，再揾啲事件填滿佢咧，就證明到呢棵樹啊好強壯嘅。呢五個人咧係好實嘅，互相聯繫嘅一個文化嚟。呢個文化就係證明香港山水好多地方大家要去探索，香港值得住。呢條線咧，自從阿野狼死咗之後咧，就斷咗啦。我冇睇完野狼80年之後咧，我到今日為止咧，我都睇唔到一篇令我感動嘅寫香港山水嘅文章。幾多年啦？點解咁奇怪嘅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啊？即係我睇野狼之後好激動嘅，跟住落嚟咁多年揾唔到嘅。陳日訪講過，冇人睇㗎，你旅行人閱讀意識好低㗎。即係行山啲唔睇書嘅，咁啊沈思就話啦，佢哋唔知唔睇書嘅，其實佢哋行山係為咗發泄嘅啫。你真係俾書佢睇，咪更加令到佢哋有壓力。所以每本書最多賣300本嘅咋。阿沈思成日同我講嘅，所以佢覺得黃佩嘉嗰本咧奇蹟嚟㗎啦，超過30本。我嗰本啊，200個人買嘅就只可以有。阿沈思同我講嘅，我同佢講唔係一定超過200本嘅，大家有冇買到啊？有係咪？點解呢度都50本啦？係咪？嗱，原來咧行山向嘢咧，李奧波特個年代咧已經咧有人睇唔起噶啦，就係話都唔係高爾夫球場嚟嘅，都唔係啲度假酒店嚟嘅，佢哋睇唔起嘅已經。40年代喺美國，《自花》雜誌咧有一期咧就講過咧自然文學喎，2011年已經講噶咯，香港係冇自然文學嘅。阿張帝華咧就話，其實點解冇咧？因為香港冇呢個圖書館，冇呢個博物館，同埋動植物園。如果有咧，就有自然文學噶啦。咁所以啲文學家咧，整個文學館咧，就會有文學家噶啦。係咪咁啊？理論上，李奧波特有一句講，其實使乜整啲嘢咩？成個郊野咪就係博物館咯。佢就話唔使做咗博物家先寫嘅，咁啊，即係人都寫得啦。啲咁嘅山水遊記。咁佢話咧有一篇咧佢好中意嘅，呢篇就係、是、大家應該學習啦，就係、是、呢篇啦，就係、是、寫棵樹啦。咁我睇完之後咧就覺得真係個個都寫得嘅，3年班小朋友我教作文嘅時候咪寫啲咁嘅文啦。咁呢啲係咪就係叫做自然寫作咧？未免太低門檻咯，我覺得。咁真正文學家啦，呢啲就出咗書嘅啦嚇。李君麗冇人幫佢出嘅，呢啲有人幫佢出啦。咁其中我最敬仰嘅就張君墨，佢有一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我不是想做大作家，其實我想做博物學家去寫呢咁嘅嘢嘅。但係我發現我冇博物學嗰啲知識咧，入到去咧好似個傻瓜咁啊，所以我都係唔寫啦。所以後來寫完呢段之後咧，張君墨就再冇出書噶啦。之前啲書好抵噶。嗱，佢同頭先嘅講法唔同啊。佢覺得需唔需要博物學啊？佢覺得需要嘅喎。嗰20年我喺台灣書。徒步，頭先我介紹呢本書就係啊，黃家祥、徐仁修、
我的第二個偶像啊，跟住一紮就是劉克湘嗰啲書，台灣很厲害的，男仔、女仔、老師、阿媽都會行山的，咁啊，每個人行山的方法不同的。台灣，但是台灣的弊處咧，就是佢哋話葉凌鳳嗰本《方物志》咧，就是香港的鄉土文學。我看過之後，我寫了一篇文，我就將葉凌鳳《方物志》裏面的內容同香樂師嗰本拍埋一起看，咁其實很多都是香樂師度譯出嚟嘅。咁同埋葉凌鳳其實冇時間去行山嘅，佢唔係自然寫作裏面的定義，就話自己親身介入去自然界裏面去寫嘢嘅。所以葉凌鳳嗰個點可以話係自然文學呢，或者鄉土文學呢？咁台灣人可能係收嘅資料唔夠，所以有呢個結論啦。咁所以台灣呢方面咧，我係即係嚴肅咁樣去講。其實你睇埋香樂師先講啦，係咪？大陸都有好多，大陸嘅都唔錯嘅。其中提倡博物學嘅，唔一定要好深嘅。其實博物人生啊，個個都得嘅。從小做起，喺屋企花園度嗰啲野花開始睇起。我想再可以傾多少少咧，就係、是、嗰、那個。原因啊，係咪香港咧？一路以嚟咧，嗰個教育咧，將科學同埋寫作咧，即係由中學開始兩樣嘢分得好開。我發覺識得文學或者識得寫嘢嘅人咧，對於科學係有一種驚恐嘅啊。而懂得科學或者懂得生物、懂得博物學嘅人咧，又唔會好中意寫嘢。係啊，好，你講得係啱嘅。可能呢就係、是。社會分工啦，所謂係嘛？咁大家覺得咁樣分工係好正常、好合理嘅。你如果打破咗嘅規則咧，我好唔舒服嘅。冇人會咩都得嘅，咩都得嘅時候，咁我咪好唔掂。對比嚟講，台灣同埋大陸都有啊。你睇到個原因係乜嘢？即都有一啲你覺得可以推算、可以睇得入眼嘅自然寫作嘅。係啊，佢哋冇分得咁細咯。同埋台灣有個好處就係真係咩書都睇咯。寫科普的人很多啦，啊，同埋做科學家啲係一定會將自己嘅嘢變成故事去講啦。我第一次去台灣就係因為搞青蛙嗰個研究嗰個楊義如博士，佢係帶埋個青蛙去到大會堂度講故仔，講佢點樣去遇到青蛙，同青蛙有咩趣事。佢哋識得用講故仔嘅方法去講一啲生物學嘅知識。其實係讀者嗰個反應係決定成個社會有啲乜嘢供應咯。你要依啲比較優質嘅自然文學嘅，咁我哋自然就有出路。你心裏邊咧會唔會諗住，其實喺你剛才講嗰個譜系裏邊，下一個你希望係跟住你嗰、那個，係咪做緊呢樣嘢？你係啊，冇錯，係好明嘅。如果有人咧，我就唔使做啊嘛。即係如果有我咪好咯，我就變成讀者啦。哇，好正啊，睇啊，哇，好精彩啊，咁我咪滿足啦。而家冇人寫，我唯有自己寫，自己滿足自己啦。係啊，所以我係嗰個繼承人嚟嘅。其實諗翻轉頭，依幾年咧，係我感覺上係多咗好多人關注香港嘅郊野啦，好多人係多咗好多人行山嘅。我感覺係咪應該理論上即係、就是、去鼓勵自然寫作，應該因為理論上越嚟越多人會做呢件事，係咪咧？你見到定係都係大家行完就算，然之後可能都係虛火。頭先一大扎我列嘅。嘅文人所講嘅嘢咧，就係點樣將行山呢樣嘅嘢嘅意義提升啊！嗰種拓荒精神啊，嗰種唔怕死啊、冒險啊，呢度係我地方啊！你呢度係我地方嚟嘅，好值得去大家珍愛、去保育嘅喎。出翻嚟嘅會，我覺得會。我而家最近就我想寫翻我住過嘅三個地方啊！我住過三個地方都係俾人剷平曬嘅，所以冇故鄉嘅香港都係。香港係咁好奇怪嘅地方嚟嘅嚇。我細個住的叫七路墳場，就變成而家嘅順利村。跟住我住過嘅油塘灣，已經係變成遊麗苑啊嗰啲地方啦。跟住我住過嘅皇后山咧，而家已經剷平曬，起緊個皇后山屋村啦。即係嗱，我由細到大咧，每一個住得耐同埋有感情嘅地方咧，全部都俾人剷平曬嘅。我唔知呢個經歷係咪大部分香港人嘅經歷嚟㗎。我覺得好奇怪啊！但係我而家就係、是、我唯有就係話諗翻起喺嗰度生活嘅一啲嘢啊。咁我寫翻出嚟嘅時候，我當我仍然係
係嗰個地方冇消失到嘅。好啦，咁今日唔該曬彭先生，唔該曬。自然同人類有住緊密嘅共生關係，環境被破壞，受影響嘅唔只係人類。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為地球出一分力，其實香港有唔少大學都有相關嘅課程可以讀噶。例如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主修地理，理學士主修生態學、生物科學；中文大學嘅地球系統科學、大氣科學、地球物理、地理與資源管理學，同埋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嘅工學士。主修環境科學及工程學。除此之外，你仲可以透過文字、攝影、畫畫記錄低每一次郊遊見到嘅事物，創作出屬於你自己嘅自然文學。下一集漫遊百科，再見啦！Thank you.